微榜周榜冠军张艺兴，张艺兴广州签唱会即兴唱作 Xback 之歌，实力宠粉甜度爆表。你们是我心中最萌，就在现在看向远方。王晶十二月预售珍藏版一分钟内售罄。 Hello 音乐微榜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王晶，独家做客音乐微榜，展示歌手王晶的音乐态度。别再后悔没追上去，唐嫣罗晋在唐嫣生日那天公布恋情，新剧合唱主题曲《甜蜜孽狗》。音乐微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白白举纲。节目最后还有白举纲独家专访，喜欢小白的千万不要错过哦！更多精彩，进节目吧。第十名 ，AC Max Red Maxi。恭喜 AC Max Ride 成功出道，这个内地新兴女子组合有四个人出自加油美少女节目，节目积攒的人气和少女们不俗的实力让他们一出道就获得关注。出道曲 Maxi 强势的嘻哈进场和整齐的编舞十分吸睛，在出道发布会上少女们还带来了这首歌的现场版。第九名金钟国，听见下雨的声音。第八名黄月，萤火。由张含韵、彭冠英、陈毅主演的电视剧《兰陵王妃》正在热播，由黄月演唱的主题曲《萤火》近期公开 MV， 古风的歌曲配合主角人物的爱恨离愁，瞬间将我们带到电视剧的意境中，干净唯美的画面十分值得细细品味呢。第七名孟佳，给我乖。孟佳回国发展后带来的首支中文作品 MV 由韩国知名导演李基白掌镜，魅惑升级的佳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性感的编舞也由佳本人和碧昂斯御用编舞共同制作完成，小蜜蜂编舞可爱又性感。近期做客音乐微榜的孟佳讲述了超多专辑制作的趣事，关注音乐微榜的后续节目吧。我不要谁对谁负责，我不想被动的获得，既然你已经上了快车， I want to do it like this way， 也不相信你自己的选择。穿着裹着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轻轻的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第六名李宇春，西门少年。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是要纵情燃烧，不怕留疤。日月问少年，能够不计多少个四季。春春2016年度大碟《野蛮生长》第四张数字专辑《长》正式发布，主打歌《西门少年》是春春原创的869字的自述式歌曲。歌名《西门少年》源自春春从小就生活的成都西门地区，成长过程的倔强与坚持促成了这首歌，也造就了今天的李宇春。
第五名唐嫣罗晋天赋。心跳在你面前有了温度。12月6号是唐嫣33岁的生日，也是罗晋唐嫣公开恋情的时候。罗晋高调祝福唐嫣生日快乐，并用两人儿时的 P 图合照公开恋情。随后唐嫣甜蜜转发，这种撒狗粮的方式，庞柏君表示招架不住啊。有两人演唱的新剧主题曲《天赋》也更加有了浪漫的气息，大家赶快听起来吧。第四名 Tiara Tiamo 中文版。第三名吴亦凡 Tonight 特别版。第二名王清憧憬。王晶首张迷你专辑12月新意珍藏版预售60秒告罄的消息，着实印证了他的超强人气。而新行曲《憧憬》的 MV 本周也取得了破4项吉尼斯纪录的好成绩。昨天做客音乐微榜的亲爸爸还会带着哪些惊喜呢？千万不要错过下周六的音乐微榜特别企划哦！第一名张艺兴 Lose Control。 一直 Lose Control Baby 我放弃抵抗，就让狂流释放。在上周末举办的张艺兴广州签售会上，艺兴即兴创作 X-Back 之歌，还心情大好的一直撩粉宠粉，让现场的 X-Back 激动不已。是我心中最萌。对于这样的爱豆，庞柏君表示永远爱你。最后也再次恭喜艺兴的新主打霸榜成功，获得6连冠。呼吸的频率告诉我一切在继续，闭上眼我去感觉浪漫气氛的结构。你说不想离开，我也走不出来。 You do it, how to do it, 不懂该怎么收场。音乐微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白白志刚。我带来了自己的第二张全新专辑，叫做野草，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耶、yeah。为什么叫野草呢？因为野草我觉得它就是它可以生长在任何地方，到达任何地方呢都可以使劲的扎根，吸取地里的养分和水分，不断的坚韧的生长。我也想像他那一样，想像他一样，然后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东西，而不被周围的影响，然后继续前进。对。为什么要分成3个部分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歌词、歌曲和它的曲风还有混音风格偏向，让我把这8首歌分成了3个部分。3个部分为什么这样命名？因为有一首歌叫《燎原》，有一首歌叫《无恙》，有一首歌叫《Happy Ending》，然后刚好就《野草之燎原》《野草之无恙》《野草之 Happy Ending》就出现了。对，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没道理。不要慌张，还希望美好迹象。第一张所有的虽然都是自己写的曲写的词，但是制作啊编曲上面很少有我的东西。然后这一张基本上所有的歌所有的部分都有我的参与，包括录吉他 Bam Bam 就像这种，然后包括编曲啊
包括唱和声，然后包括制作都有。对，落叶做的花都向下，埋住了惆怅，留下了谎，这谎会发芽，哦，墙啊，没过晚霞，没过你啊，这首歌的歌词我最开始只写了四句，然后但这首歌歌词其实很多，我是在去录音的路上，我这首歌词写了很久，我去但就写不出来，但录音棚呢时间有限，到了那天你又不得不去录音，好，我就在去的路上，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然后一直写写写写不出来，走到一条林荫小道的时候，就像一个天然氧吧，氧气特别足，然后我就在那睡觉，躺在车上，我说写不出来那我就睡呗，睡睡睡睡睡睡睡了大概有15分钟左右，15-20分钟，醒来了之后就不知道是哪来的灵感，词大概10几分钟就很顺全部写完了，我觉得这是一次很神奇的经历吧。唱歌的时候发光，温暖如他，他满屋如花，舒服，无束缚，零压力。这样的话，就是感觉到，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家里唱歌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但是一去录音棚呢，容易紧，声音状态不太好。我在家里有个习惯，就是一进家门喜欢把衣服裤子都脱了，所以我在录音棚也是脱了，哎，确实舒服，哎，嗓子开了，哎，可以，哎，这个音可以，好，不要穿。制作人在旁边说，不要穿，就这样，就这样，好好好好好，就这样，因为这样就习惯了。我觉得没有什么精神，真的，我觉得就很纯粹，它就是记录我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和从我去年到现在我哪个阶段属于哪个状态，那我就写那首歌，就这么简单，你听出来是什么感觉那就是什么感觉，音乐这个东西特别主观嘛，对，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哦你写好，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哦你写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没有明确想说什么，但是你去听你感受到什么那就是什么，不要强制给你灌输一些东西。忘了欢笑，忘了去深沉，想要死在你怀里，把一生抛弃，交织在这旋律，带我到海底看不见。睡到谷底，现在被阴地，被阴地绿树成荫，却感到窒息。